想东国的。如果日本人在路上迷路的话，台湾人的翻译是怎样？只有看大面板，你这样比较难。坐像不好吧？因为可能等朋友没有迷路的感觉吧。对对。那我们换坐讲吧。直接问路人，上去这里这样。对呀，对，小李文很亲切，很感动。你迷路的时候，他一直看你。啊，真的？对对，超级担心的呀。谢谢他。还有第一个，他们也很亲切的吧？很亲切。啊，是用英文。英文还有 gesture， 台湾的很亲切。道に迷ってます。私あれ新年本路に行きたい。どうやって行けばいいですか？新年本路、あれが本物の新年、あ、そしたら台北駅はどっち？こっち。あ、こう行ってこう。ありがとう。嬉しいです。え、我知道很多台湾人说日文。啊，可以说日文。真的厉害。可以，我也觉得台湾人是真的亲切，这个是对的。这次你问西林也是，这个比较远吧，应该反应也不一样。说明也有点难哦。对呀、啊。真的台湾人亲切吗？请问我要九四零也是？要坐捷运。Green Green Green。中山西门的 Next。怎么样？我忘记我可以说中文，但是他们很亲切，做 gesture 很多，很亲切。我知道男生对女生很亲切，女生对女生也很亲切。如果我们外国人迷路的话，可以帮我们。他们怎么用手机用币？你会讲日文？不会。你一直说日文的话，你怎样？翻译，帮忙他们怎么找路，或者是告诉他们是在哪。我现在迷路，可以进你的家吗？变态。尴尬。我们刚刚有在西门町吸烟，日本的女生迷路，然后要到，比方说西林也是，台湾人会帮忙吗？这样的吸烟？可能会用中文翻译。你的话，有英文吗？直接太近，西林也是要很远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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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亲切了吧？这样的话，厉害呢，妈呐！厉害。